641页，641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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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楞严经讲义641页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叫做三摩。前面叫做说摄摩他，从现在开始呢叫进入三摩。那么摄摩他就是叫你舍事用根，开采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啊。那么三摩呢，就是告诉你如何来进入如来的境界，怎么修啊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如来的德性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藏性。那么从641页这一开始，就叫你用什么方法进去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间豪宅，但是啊，哎，没有钥匙啊，进不去，没有钥匙进不去，或者是找不到门的人，你也进不去豪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如来藏性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得其门而入，那你的如来藏性也开显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你有一间豪宅，但是你要得其门而入，就是你一定要方法正确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你如何来修行，这样可以进入如来的不生灭的境界。641页经文啊，这是依据前面那一段大众领悟赞善谢意，叫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回，疑惑消除，心悟实相，身意清安，得未曾有。说此文呢，总结正达富罗那弥多罗尼子监视阿难两大科，满池啊就是富罗那监视阿难，同时附带也要开示阿难。当然这个就是表示在座的根基啊、根器啊，佛都有兼顾到的意思。说正达满池监视阿难两大科，以前达满池之后呢，无有结文，没有一个结文，所以持故持并结，先续领悟，必由开示，故阿难及诸大众
闻佛开示训诲，未续满慈之名，设在大众当中。没有讲到满慈，当然就是设在大众啊，大众中。非单结阿难，意思就是不单只是对阿难而言呢、啊。疑惑消除者，疑惑有五种。呼罗那满慈啊，有四阿难有一个疑惑，而慈啊都是生疑的细惑。这个满慈子啊的四种疑惑是：一就是疑清净本然。所谓清净本然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性都是清净的，为什么云何会呼生三种相续的啊，世界啊，众生啊，业果三种相续。佛就开示于万法生续，也就所谓的不空如来藏啊，啊，起于一念无明，故有世间诸相。这个一念无明啊，有时候我们称为根本无明，有时候我们称为无始无明，其实指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啊，许多人看到了经典呢、啊，还写信来问，在这本经典呢看到根本无明，在另外一本经典呢、啊、看到生相无明，在另外一本经典看到无始无明，在另外一本经典又看到一念无明，他搞不清楚。那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无明？哎，这个就是每一部经典在叙述的时候，它有自己的名相，所以有时候称一念无明，啊，有时候称根本无明，有时候称生相无明，生相无明，有时候称细中细无明，非常微细的无明，哎，有时候称为无始无明。所以站在每一个角度都有他诠释的角度立场依据的经典，是其无一念无明啊，这一念就是非常清楚，就是非常的微细，难以觉察，故有世间诸相啊。诸位，你告诉这个世间种种的相，告诉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如梦幻泡影的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啊，这明明有山河大地日夜星辰，你为什么讲是虚幻的呢？是不是？除非他有学佛能够理解啊，众相本空，生灭无常，缘起无自性的道理，否则你跟众生讲，他一定有两种惑：一同分妄见，二别业妄见。所以他一定会卡在他有实体性的东西，有实体性的东西，他这个烦恼就不会断，什么都不肯放下。为什么？他认为有东西嘛。所以学佛就学什么？就学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啊。这个修行，如果你一定要论输赢的话，就像赌博来论的话，你一定要论输赢，那么就是执着就是输，坚固执着就输得很惨。放下的人就赢，无争的人就进入绝对的赢，忍辱的人就赢。所以你修行如果要用世间法来论断，一定要论赢跟输的立场来论，那么就是坚固执着的人就一定输，输去如来藏性啊，肯忍辱无争退让他就赢，赢得了清净心，无争没有能所啊。这个就是用比较世俗的角度来诠释啊，也许不是很得体，但是观念非常的崭新呢、啊。哦，就修行跟赌博一样，不是输就是赢嘛。啊，执着就是输，不执着就是赢，就这么简单，一翻两瞪眼。你看过人家在赌博吗？就是一翻就是两瞪眼，不是赢就是输啊。佛法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不是赢就是输，
就用这种观念来，你就会特别小心哦，看不自己不对劲，就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了。底下二，以五大性不相寻，何得互骗无碍啊？地水火风空不相寻，为什么能够互骗无碍呢？佛就告诉他，以全相即性。为什么？诸位，相相本空，所以相相当体即空就是性，因此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当体即空。你用这个不变，随缘不变，这个很容易落入二分法，有一种随缘，有一种不变。为什么？它是两种观念的，它没有办法恢复到当下那一刹那，这个会变成二法，一二三四的二。如果你了解相体本空就是性，你这样就了解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永恒，其实就是用空来代表永恒。诸位能够改变观念，这个是最好。相空就是永恒，你记得这种观念就是完全就是佛的正确的知见。相本空，没有东西可以讨论，只要但有言说，它都五十亿，都是四心分别周遍嫉妒。好，那你相相空，相相空，相相啊，本来就是不可得。哎，相相皆是法身佛啊。所以以前相即性，为什么所有的相都是本性影现出来的？没有一相不是本来啊？为什么是本性影现的呢？因为都是法性本空，法性本空。那如果你能够了解所有的相，色身香味触法根尘世意识八界，通通是本性，那么就很好做事。是唯一不变妙体，故得随缘自在。所以你在这个不变的妙体，你必须要活看啊，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不变，而是因为与空相应的东西，它叫做不变。你一定要确认这个正确的角度。你认为有一种东西不变，完了，那为什么讲如来藏性就像摩尼宝珠呢？随色随变呢？随着七大会种种的变化，就是表示它没有一时一刻不变化。可是当体即空，它就是不变化。啊，要这样子去理解，千万不要误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不变，那么就没办法一体起用了，就一潭死水了。所以啊这个妙题啊，就是重点在全是无生，同时啊不坏大用。记得无生才能够大用，是故得随缘自在。第三，以诸佛如来何时复其其妄啊？是佛是以妄本不生。那么妄本不生，其实就不需要去灭它。诸位，你能够体悟到妄性本空，其实本不可得。所以修学佛道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是以无所得，所以燃灯佛才会把它传法给他受记。你未来成佛，叫做释迦牟尼佛。诸位，若悟无心法，即是传佛心印。你听过在禅宗这句话吗？如果你念悟到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不可得啊，即一切法无心啊，那么佛就是把钵传给你了。是佛已是妄本不生，如一眼见空花，空花本不生，真性中无变，如旷即消，尘间不复重为旷。于是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，自必妙明。佛是以即称为妄，因何有因呢？若有所因，因何名妄？阿难，疑佛啊，前面这四个是满词的疑惑，佛一一为他开示。阿难，疑佛顿弃因缘，平常所依靠的那一只拐杖因缘法，全教的因缘法，突然佛也一并的摒弃啊，告诉我们如来藏性它是绝对独立的，非因缘法。为什么？记得有增有减，有能有所，有生有灭，
有根成事，叫做因缘法。诸位，建立这因缘法它的根本思想，必须承认唯尘有其自性，也就是说所有的相分析到最后，那一个最维系的颗粒微尘，它有其自性，你才必须承认啊，它有其自性。如果颗粒微尘没有其自性，那么所有的相都不可得，当体即空。如果说你承认那个因缘性，就是承认颗粒微尘有其自性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二圣人所修的虚空观啊，一直分析，一直分析，分析到最后，哎，有个颗粒微尘啊，认为再分析下去就变成空。佛陀说：“虚色不成空，何空也不成色。”所以你前面这个没有听，今天的听又开始很困难。你只要缺少两堂课，或者是一个礼拜没有来，一看，哇，那霸王呀！哇，四堂课没有到就100多页了，啊，现在是不是高铁？现在是坐飞机啊，啊，所以说你一堂课没有来就20-30页，就 pass 过去了。因此听经闻法还是要坚持。说阿难，于佛顿弃因缘啊，恐难自然。佛是以自真本有，达望本空。那么则因缘自然，自然就是无因论呐、啊。因缘就是生灭，所谓因缘就是能所不断，哎，根尘事建立叫做因缘法，没有建立根尘事，你怎么建立因缘法呢？啊，自然俱为序论，因闻重重妙事，所以疑惑得以消除。62，满持知因一果，又遗忘有因。阿难执令系宗，系宗就是以前修因缘法的全教的，方便说，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哎，这个是阿含重要的思想，缘起性空，那么就知道二圣人这个是佛一时方便说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讲啊因缘法？为了破外道的无因论。佛为了破外道的无因论才讲因缘法，可是对二圣人来讲，这个听了几十年的因缘法啊，佛在72岁左右啊讲弥陀经楞严经，佛在72岁，哎，那么就是说一切的啊二圣人根器都已经因缘具足了，就准备讲最深最究竟的最上圣的无上大法楞严经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佛又告诉他们，连这个二圣人所执的全教的因缘法都要放下，因为那个不是佛果，那个是佛一时慈悲啊所讲的化成。所以这个阿难呢，执令系宗啊，平常所执着的因缘法全教，以真烂智，就是怀疑啊，这个真心啊是不是跟自然的无因论本质其然吗？啊，佛说不用修行啊，本来就存在啊，是不是？那跟外道也是一样啊，放着不用修行，84000劫以后自己成道，这个完全是自然啊，完全是无因论啊，啊，是不是一样？所以就是以真心，这个真就是真心，怀疑这一颗真心，佛讲的不用修行，跟外道的无因的自然论怎么样？混乱分不清楚，烂就是分不清楚啊，啊，混淆。现在末法时期也是这样子啊，鱼目混珠啊，龙蛇混杂。现在的末法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正法，什么叫做邪法了。那么阿难这个是怀疑真心啊，混乱的无因的自然论。啊，二人皆单着细论，细论就是不究竟，四心分别不究竟。佛又回以细论无功，若不舍细论，则力竭徒劳，终无实证；能舍细论，则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语虽都对阿难，意则皆为满持。
可谓一点水墨两处成浓矣。那一点水墨，哎，一点点的水墨哦，两处哎，像画龙点睛的意思啊。哎，底下故同得心物实相，此实相即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菩提圣境明心是也。空如来藏，前面三卷已经悟，故不止在内。第二卷十番显见之末啊，佛则汝等狭劣无事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。这个是第一次啊，佛说到这个实相，则后文颇妄所出之真是科啊，五阴六色处十八界是科所会之性，皆是实相。第三卷圆章七大之前，许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，持第二次说实相，则以下所谈七大片周及阿难大众所悟啊片常之心，皆是实相。第三次啊，此处经家所叙已悟实相，可以推知前来佛说惑恶障正达满持，皆是阿难前是发挥实相。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用现在的语言讲叫做真相。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空相，你不可以坏缘起，这个就是实相。以前用这个实相的名词，我们现在用叫做真相。世间的真相就是世间的实相，世间的实相是什么？就是无相无不相。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万法都是假相，也就是空相啊。身意清安得未曾有，意就是心呢。三界末阿难与大众悟空如来藏，则也身心荡然得无挂碍。悟空藏，则妄身妄心荡然无存，故得无碍啊。真身真心呢，荡然宽阔。什么叫做真身真心呢？啊，就是法身叫做真身，法身就是无身啊。哎，那么真心呢，就是如来藏心呢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的真身真心呢是荡然宽阔？这个如同虚空，跟虚空一样，哎，不着虚空就是法身，着法身就变为虚空，因为是法身是真空嘛，就变为没智慧的妄空，哎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悟了虚空就是法身。不悟虚空跟法身有二法，底下是本无挂碍，今悟惑二障，则身心清安，了达无明万法本空，无有身心出众之见啊，所以叫做清啊。这个见啊，就是一些意识啊，无有身心出众之见，也就是着的意思啊。所以叫做清，自知菩提真心本有，不借其劳恳请之功，所以叫做安啊。所以修习佛道的人有感到清安，这个是很可喜的，但是不能执着。此皆昔日未曾得，而今得之，故也得未曾有。六四三，重复悲泪顶礼佛主，长跪合掌而拜佛言：无上大悲清净宝王，善开我心，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，引住尘名，出于苦海。解释一下啊，这阿难哎又哭了啊，哭了佛就一直讲，所以这一本经啊都是阿难哭出来的。隆重讨告别靠我拜了，靠我拜啊。啊，如果他没有哭啊，佛就只啊，那你就开悟，大概你没有哭，大概就是开悟了，就不用讲了。所以就一直哭，他就一直讲，一直哭就是一直讲。哎，后面会讲啊，阿难总共到现在为止哭了五拜，重复悲泪啊。哎，是顶礼佛祖，长跪合掌而拜佛言：啊，是无上大悲，悲啊就是拔苦啊，
啊，所以人家讲你佛教啊很悲观，哎，是对的，这句话是对的。说你们佛教很悲观，这句话是讲对的。悲是拔苦观，我们佛教专门在拔众生的苦。但呢，记住，佛教不是悲哀观哦。诸位，差一个字差很多、哦。佛教是悲观，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啊。你看啊，一像有一个道场叫做大悲寺啊啊，然后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就走过来说。哦，啊，这人性的该差嘛个这多悲哀，人生呢、啊、活着已经很辛苦了，还命这个名字叫做多悲哀，哦，同样的对，悲哀的对，哎，这世间人呢不能了解佛菩萨的心，悲不是悲哀，悲是拔苦啊。是拔苦观啊，所以你们佛教很悲观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一般人把悲弄不清楚这个定义啊。拔苦观，观世音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有什么不好？救苦救难，大悲观世音菩萨嘛。啊。所以这个、啊、大悲啊，哎，这个要念国语的比较好。啊，那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对佛教没什么信仰，不太会念。你说啊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你说啊，我是偌大窟，啊，所以他对佛教了解不是很透彻。有时候、啊、念国语，有时候念台语。无上大悲啊，清净宝王。所以佛教啊，不是悲哀哦。啊，清净宝王散开我心呢、啊？清净宝王当然是指佛了，散开我心了，能以如是种种的因缘，方便提就是提息，哎，提息讲就是讲劝，啊，就是往上一拉，免得你下坠的提，啊。讲就是讲劝，来奖励你，来劝告你，引助成名。成就是凡夫，名就是没智慧，二圣人智慧不够大，所以出于苦海啊，来提息讲劝，引助凡夫二圣人来出于苦海。所以佛一大一年出现一世，就是要救苦救难，救度一切众生啊。前四句系疑，总三句赞善，后面是谢意，重复悲泪，此是阿难第五次悲感垂泪，故曰重复。哎，五拜呢真严重了、哎、我讲经讲了这么久啊，二三十年没看过一个比丘哭过，哎，也没看过居士哭过。有居士来自大陆团啊，或者居士来看到师父很激动，很激动。哎，他会感伤啊，哈、哦，会感伤。重要的，他们大陆团来啊，就一定会做几种动作啊。第一啊，就是希望师父加持。加持啊！哦，来啊，摸摸顶，摸摸顶。第二，他就是一定要皈依啊，就简单念一个皈依，皈佛、皈法、皈僧啊。大陆团来的一定是这样。第三，那就绝对不会，你跑不掉的，就一定要合个影。如果不合个影，回去祖国大陆，死不瞑目，合不上眼。啊、他们会自己会解释，假象是假象，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跟上人合个影。我现在有没有病八家人啊？哎，真的，讲久了已经，这个圈啊，已经像山东，啊，或者像四川，北方人呢、啊、讲我就是讲哎，哎，嗯，这故意重复啊。这第一次因被邪术所惊，提讲归来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一向多闻为前道立啊，哭。
哭的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三米被迫之后重复的悲泪啊，这自述是否为神不勤定力，所以虽身出家心不入道。第三次显见无含科当中垂泣叉手而白佛言，虽成佛音悟妙明心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。第四次十番显见之后颇望出真之科，因闻渐渐非见从真迷闷，悲泪顶礼求佛是大慧目。诸位啊，为什么叫做大慧目？一个人没眼睛就什么都看不到。修行啊，记得解如目，行如主，解行并重啊，这个才是佛法啊。佛法不是说我哭了就要拼，不是这样，要先把解弄清楚。为什么要听经闻法？哎，就是要开大慧目，开佛的正知正见。今乃第五次信悟寄生，欲结佛恩难报，所以这个悲泪顶礼啊，对上为谢前，往下为请后。哦，这熊熊看看不啊，对上是对上面那一段文章来讲，是对上面那一段文章来讲啊，为谢前，就是谢前面的开示。对下面那一段文章来讲，下就是下文，所以对上文来讲为谢前面之开示，往下文来讲为请示后啊。后是什么？后面呢，连续的开导。长跪合掌而拜佛言，皆是净也，无上大悲清净宝王者，佛即同体大悲。什么叫做同体大悲？就是心性都一样，我们的体性跟佛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心佛众生三如差别啊。因此啊，佛救度啊啊众生，其实是他心中的该有的责任呢 啊所以佛并没有觉得说他在度众生，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啊。所以在座诸位啊啊，你们是我心中涌现出来的众生，让大家都成佛，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我每次讲经说法都怀着一颗喜悦的心、快乐的心、无上荣耀的心，哎。所以啊，连鬼神啊，在经典记载哦，啊，法师不说法，鬼神会愁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度的。所以这今天呢、啊，在这里啊，讲的讲楞严经啊。啊，除了我们利益我们的讲堂啊，法师啊，还有这些工作人员，还有这些啊居士，最大的利益是谁？最大的利益是这些点灯的，还有在地下室这些亡灵的牌位。这是经典里面讲啊，有说法处，说法处啊，四十里内即超度。如果有讲无上的大法，四十里内猛佛加倍，通通会解脱。哎，因此啊，在经典里面讲，如果有人讲无上大法，天龙八部啊，诸佛菩萨都会放光加持，但是问题我们众生看不到。因此一场法会办下来，那叫做名扬两利，名扬两利。因此啊，我们今天这样看起来是活人在听，其实不是，是十方法界有善根因缘的，包括鬼神天道通通会来听。那因此师父的准备功课就特别的重要，就是每生一句话去讲不掉，就一句都不能讲错。因为啊，十方诸佛菩萨他会，我们讲的会护持正法啊，十方的鬼神也需要正法，听了以后很多人会得法眼净，证悟到无生，也能够超脱。所以佛法是名扬两利的啊。
底下说佛具同体大悲啊，是为无上大悲，观一切众生与佛同体啊，今之沉沦苦海，所以应自己之悲心拔出于苦海。六四四，佛从因治国复本心源，究竟清净正离垢妙极法身，犹如摩尼宝王，不便随缘随机施教，善能开发我等祸妄啊，重逢。重逢就是一层一层的封死自己啊，一层一层的封死自己。哎，我们就是封死在五蕴身里面，所以我们称五蕴啊，我们的如来藏性被束缚在五蕴身里面，叫做五重牢狱啊。哎，如果是十二因缘，叫做十二重尘啊，在佛经都有这样比喻的啊。佛经有这样比喻，就是说我们呢、啊，清净心呢、啊，被色受想行识啊啊的牢笼关起来，就像一只鸟啊，被五层的笼子关在里面。那一只鸟啊，那一只鸟啊，关一层笼啊，就已经飞不出去了。我们这只鸟啊，关了五层笼，这个笼子啊，关在五层的笼子，一层一层。为什么？色受想行识啊，来投胎的时候事先来。慢慢的结色，出生以后，最后啊，是这个色啊啊，来投胎的时候是色、行啊，然后第六意，第六是想、受、色，哎、啊，可是我们要解脱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在解脱的时候就要色一层一层一层的外衣要脱掉，所以你要修行一证悟到如来藏性。就必须要一层一层的脱掉，就是你一定要放下这个缘起的色法。第二层要放掉所有的感受，就是吃得好，吃得不好，或者睡得好，睡得不好，这些觉受，觉受啊，要慢慢慢慢的放下感受，哦，就苦受啊，乐受啊，不苦不乐。第三层要放下的牢笼，就是妄想太多。我们不晓得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啊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我们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啊，叫我如何不想他？那就一直想，一直想。为什么？这个想控制不住的，控制不住的，不想他还是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四层牢笼是生灭法，就是这个身口意，只要是发现生灭的东西，你通通要彻底放下。身口意的造作啊，根尘事的意思。最后这个事重点就是八事心呢、啊、重点是我执放下，法执放下，我空放下，法空放下，空空放下，最后你这只鸟才飞出来，才飞出来。所以我告诉诸位，成佛不是一件非常容易，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祖师大德鼓励我们，见性就是佛，那是一种鼓励我们，但事实上很难。你第一个这个色法是非常短，你都看不开，第一个色法而已啊，你都没有办法。你比如说小朋友去看这个漫画，你看这个漫画看到忘记了，才第一层而已啊。啊，再来年岁大的，你看了那一天的新闻报道的，有一个男孩子啊，四十多岁的，去这个网咖，泡在这个网咖，老婆也不要，老婆也不要，儿女也不要，他就一直泡在那个网咖。你看第一关而已哦，色缘起法它就是色嘛。哎呀，还不要讲到这个什么受啊、想啊、行啊、事，第一关的这个就没办法了，最容易破的这个色。这缘起法的基本就没办法了，这谎论是要破第二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那个识有刹那生、刹那灭的维系的执着，包括你梦境都必须如如不动。你看成佛有多难呢？啊，所以我那我们就叫做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们见到佛要这样子？恭敬的顶礼，这个太难了。这个世界上
伟人一大堆啊，圣人也一大堆啊，而佛不是圣人啊，佛是圣中圣啊，你要记住这个观念啊，佛陀是所有世出世间的圣人里面的最了不起的圣人啊，因为不让我发抖啊，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啊，十方世界亦无比啊，世间所有我境界呢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。佛他的伟大，就是在他以绝对的平凡。我们一直觉得自己不平凡，所以就变成苦恼。佛之所以超越，是因为他进入绝对的平凡，没有难，没有所，没有高，没有低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佛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，你做不到的平凡，因为你没办法摆平你自己啊。你没办法摆平你自己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入于最平凡的人。你常常觉得你不平凡，记得常常觉得不平凡的人，他就苦恼就多，他有能所，有高低，有狂妄，有自负，有不满，有占有，有强烈的攻击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伟大。所以你讲佛是全世界最不平凡的人，错。佛陀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，而平凡到你做不到，而你一直觉得你是全世界，每一个人都觉得你是全世界最不平凡的人，哎，最不平凡的人的苦恼就多，所以你这个观念要稍微改变一下。哎，佛绝对不是说不平凡，他是平凡到你做不到，因为他进入如如不动心性，没有高低，是法平等，绝对的空，你有办法吗？没办法，你动念就是乖啊，动念就是有能所，动念就有高下，人家进入事法平等无有高下。所以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啊强调形容，所以说如果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无理啊，就是没有道理，而且来到佛陀的面前，用种种的恶毒的语言骂力乃至伤害经无量无边的众生，经无量劫，佛绝不会动一个念头。何以故？在楞伽经有个比喻，炸沙不出油。佛已经断尽一切烦恼，任何人来欺负他、攻击他、伤害他、毁谤他，还是无量无边，还经无量亿劫，佛都是如如不动。你做得来吗？他就是平凡到你做不来，我们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要说人家是打骂啊、棍棒啊、摆千劫五面啊，对不对？人家稍微一个使一个脸色大声一点，但银行都拿出来开啊，我坑了一个百千劫，我的随时都盖过来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办法的，这个必须要承认，我们真的是还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哎，能够过超越一点日子啊，已经算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得一点点啉啊，莫被恭维。哎，这就告诉大家哦，是很不容易的啊。底下啊，所以犹如啊，再看一下啊，犹如摩尼宝王不便随缘随机施教，善能开发我等幻卧重逢前中固蔽之先呐、啊，前教啊封死自己的先。今得豁然通达也，能以如是种种因缘，此举善能开发之所以，由佛能用如是种种因缘。如是乃是指上文眼若达多迷头狂肿啊，摩登且顿消爱意，耶稣啊同悟素因。哎，有一次啊，我在念这个诵这个楞严经的时候，念到这个句啊，耶稣啊，旁边一个人呢，不懂佛法的人啊，说啊，你哪有耶稣？我要擦就嘴哦，我念这个耶稣，他以为那个耶稣啊，差很多了，是真的。我们这个耶稣是女的，他们那个耶稣是男的，差很多啊。以下啊。
耶稣同悟树因种种因缘，透机之谈，善巧方便，提示讲劝，啊，这个提示就是提息了。或一向上一早提示，则云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却又不舍婆心讲劝，则云历劫一次无功，不如一日修无漏业，引诸禅明出离苦海，尽烦小出离真爱二苦海。诸位，这两个字很容易理解的，爱恨交织一定会毁掉一个人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让这两个字的情绪充斥在你的如来藏性啊！我常常称为啊，真跟爱，第一个就是台风啊，比喻啊，第二个就是大地震了，让心灵大地震就是爱恨了。让心灵啊受到飓风的重创，就是爱恨了啊！我常用比喻的这个爱跟恨呢、啊，就像飓风一样，一直旋转每一个众生，而且一直到死。所以，在座诸位，飓风来的时候会有灾难，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啊？把它挡住，像台湾呢、啊，经过中央山脉呀、啊，好，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啊？轻度的台风出海以后。就变成低气压，所以当你在真爱这个高亢的时候，记得要把它变成低气压，把这个飓风化作没有。你有这个能力的，诸位，你有这个能力的啊！以前如果一座台风的话，你跟你老公或者你跟你老婆三个月冷战苦战啊，或者是半年啊，现在不用了，知道这个。爱恨啊，这个是苦海啊！我、哦、现在我的心灵又在做台风的，然后心嘣嘣，哦，我的心要大地震了。九二一大地震死多少人啊？对不对？四川大地震，官方统计说将近死10万人啊！哦，不行，心灵的大地震就是爱跟恨，心灵的飓风就是爱跟恨，啊，我们要心静如水，慢慢的，记得要在最短的时间解决你的爱恨所起的情绪，那么。慢慢就进入佛的领域，这爱跟恨强大的执着，不稍微慢慢看淡，那个没有办法成修行的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脱离苦海。既然爱啊，真就是恨呐、啊，爱恨是苦海，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去除。又尘为凡夫啊，沉沦分段生死苦海，名是二圣人，名字变异生死苦海。所谓变异就是境界的转化，所以变异换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维系的刹那生灭法，叫做变异。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你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，你在莲花里面，诸位，就不会经过生死，而且你听经闻法，这莲花里面如果那个心灵充满了智慧，莲花的光就越来越强，莲花就越来越大啊。那么这个莲花啊，我们还没有往生前，莲花要变大，怎么变大呢？啊，就认真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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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要浇水。哎，诸位，大开智慧，你的莲花就会变大。你今天来听楞严经，诸位，你的极乐世界莲花一直变大。哎，你在熏习啊，你一直在熏习啊，啊，胸量一直放大。极乐世界九品莲花就会光明照耀，现在的心灵就会感得极乐世界的果，有因一定有如是果嘛。所以你现在这一颗莲花要好好的照顾，你心中在净土法门讲，你念佛动个念，想要去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种子八功德水里面已经有你的种子的，那么就开始看你怎么照顾它。当然要精进啊，诵经拜佛念佛啊，善事什么都做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人家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我是，我就很想要听经闻法，可是我有个坏习惯，说听久了以后就会自然的睡着了。说师父，我这样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我说可以啊，不过那个是变成睡莲了。莲花本来开的啊，你听个捆的啊，莲的极乐世界莲都又捆啊，都变成睡莲了。
啊，睡莲啊要好几大节啊啊，所以啊，在这诸位，你现在所有的因下的苦功不会白费，极乐世界的莲花在等着你。若照本经一圣了义说，按按着接引凡外出离两种生死苦海，而达菩提涅槃彼岸，也所以启动起后就启动，后面就修门。啊，自满持发问至此，复为一周，名无生无碍周。真脉云：前周中谈空如来藏，以直指自心本具妙定之体，即显其常住周遍。此一周中谈后面二如来藏，就是空，啊，就是不空如来藏，还有空不空如来藏。那么乃至啊，圆融三藏以降发自心，本具妙定体用，即显其无碍圆融，此即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圆真心不假修习，如如本定。哎，如如之本定。所以什么叫做如来？成如实之道来度化众生。如实之道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实相。三明众即妙什么他，而悟彻此者，就是唯密观照也。又此心此定，一切众生乃至全小细不测之，所以错乱修习，终无实果。故以经题是十法中，啊，就是是十法中，就是离教行果。啊，诸位把这个楞严经表解，啊，打开第一页，是十法中正属于如来密印。楞严经表解第一页，看最下面，最下面这一行：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守楞严。啊，这个大佛顶就是比喻。啊，如来密印就是理法，如来就是果人，如来就是果人。所以如来密印就是我们这一段讲的，前面那一段讲的是什么？叫做妙色摩他。妙色摩他就是在讲这四个字，如来密印。诸位，底下修正了义，这底下写就是妙三摩，这一段就是妙三摩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经典，你看理法是如来密印呢，啊。啊，真如实理之法啊。再来就是教法修正了义，这个教法就是妙三摩，理法就是妙色摩他，那么教法就是修正了义。那我们现在正在讲修正了义妙三摩，我们正在讲这个。所以理法教法啊，底下就是行法，行法就是诸菩萨万恨。这个，菩萨是因人啊，那么求佛到最后就是如来，就是果人呐，啊，啊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果法，就是守楞严。守楞严就是一切事啊，坚固究竟坚固。守楞严就是佛的大定。哎，所以在座诸位，如果你整部楞严经背不起来，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观念。人家问你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去听慧律法师讲楞严经？啊，有啊，啊，因为其实是啊。讲了好几年，你才来一次而已啊！不过都要去扣掉。啊，你记住啊！来讲，问你说，那楞严经讲什么？哦，你要背起来。楞严经就是讲守楞严大定。守楞严大定是什么？就是讲佛的定，罗切常在定，无一不定时，二六时中都在定。啊，那么守楞严大定是什么定的合名？哦，那个就是妙色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禅那，色摩他加三摩加禅那，就是守楞严。我告诉你，你讲了一惊掉，我不跟你骗了，啊，就会吓一跳。至少你有这个观念，哦，才知道说为什么讲叫守楞严经，为什么讲守楞严经？哎，守楞严经就是讲佛的大定。时时刻刻二六时钟通通是本性的定，具足戒定慧，超越戒定慧，
本质记住。好啊，叫你们的诀窍了啊，放回来，放回来啊。六四是最后一行，四十法中正属于如来密因，所以刚刚讲过了。刚刚讲过了哈，所以这一本哦《楞严经表解》哦其实是很好的啊。那么为什么说啊师父呢不讲这一本啊？偶尔提到，因为啊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呢、啊。你看哦，这一本哦是在佛学院南普陀佛学院做的、哦，那时候28岁哦啊。第一篇文章啊，师父写这个序文啊，广化律师都吓一跳。他说：“我怎么会懂古文？我就是念这个的啊。白话文我反正不会写、啊，我写这个序文啊，呈上给广化律师，广化律师没有改过一个字。哎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文学的基础不错，啊，真的。”而救助为见道分，以其以此啊，也是到这个一个段落。救助这个见道分呢、啊，它就是一个段落啊。所以见道分就所谓的如来密因呢、啊，也是到这个而其以此，就是这个到色摩他啊，这如来密因就是到一个段落。所以啊，我们那个 DVD 啊 VCD 做出来一定要写得很清楚，哎，说什么他对不对，如来密因呢，大开眼界这一段就一定要写说至此，哎，正中至此啊，以集二说什么他路，令悟密因，大开眼界境，就这个这一段就是 DVD VCD 一定要写的。